2 years he walks the earth. No phone, no pool, no pets, no cigarettes.在法的五年里，我爱上了周末在巴黎远郊的徒步。那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，一面是古老的城市，一面是繁华的都市，还有一面是肮脏的村落。漫步在这里，不时掺杂着场景间的穿越感。地铁上那边厚色的风琴声，吉普赛人修普莱的呢喃声，陌生伙伴之间的尴尬到熟悉的嬉笑声。我们用了一个小时从城市去到了乡村，我享受这样的变化。我喜欢徒步，从出发开始。
很多人说徒步是一场发现美的旅程，但对我来说，徒步中更有趣的事情是与陌生又熟悉的同行人间若有若无的关系。我们畅游在美景中，整个队伍会拉得很长，有的人走得很快，总是有着带领着大家的使命感。有的人走走停停，不时留恋着沿途的风景，觉得这才是旅途的意义。还有的人喜欢放空自己，随着大部队的流动，看着周围的人和景，慢慢的感受着。有的时候，有人会在一段路途上与你同频，你们从陌生的自我介绍到人生种种无所不谈，但又走着走着渐行渐远。有的时候，远处的你或是一道风景，有人对你好奇，于是他们放慢或者加快脚步，流动到你的周围，又重复着陌生的介绍、分享、提问，然后熟悉疏离，他们像是走过了一段风景，看完便走。有的时候，曾经熟悉的同行者会再次和你相遇，你们会相视一笑，继续攀谈。这次或者你会聊得更久一些，然后关系可能会更深。可是啊，人生的哈路不比徒步差一手。走着走着，你们又走远了，好像这一切就是一场轮回的误区。或许吧，这就是徒步者的常态。每一个自由的灵魂都伴随着自己的孤独。其实这就是一场有很多孤独堆砌出来的热闹盛典。Thank you.